我现在体力充沛啊，我吃了好几只虫子了。哎，真的很多虫哎。哎，真的很多虫哎。呸呸呸！怎样？虫子好吃哎。我们这真的是深度环岛，很深入了。这个路好屌，他是怎么发现这个路段的？哇，那种一辈子都不会走的路。那一段路的风景是最美的，然后也从它真的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山间小路，哎，真的很有趣。你这一辈子啊，那种这种小路你根本不会去的嘛，你要不是骑车你怎么会去？大草原，哇，来吧 ，off road 吧，小心石头。小心石头！哎呦哇！哎呦哇！哇，差一点！石头吗？哇，差一点！哇，小心！小心啊，石头！小心哦！小心那个线哦！小心绳呢？绳子哦！哦，我刚撇了一下。我知道，我都看到了。差点摔掉！哇，我刚才也是差点摔一个。危险，危险，危险！石头可以造成很大的威胁。哇，这个玩下去！哇哇，有湖哎！哇！哇，这应该是老桥了。哇，这真的蛮美的。对啊，这白天应该美翻了。应该在上面拍个照哈，这都太晚了。Friday。